我跟你们说，有时候创作就是一个灵感闪过，就一定要马上把它记录下来。这首歌的创作很妙，其实是我跟彭真一起合力完成，是因为我们有一次呢在包货的时候，然后老公就跟我说：“哎，啊，你今天晚上要吃什么？”那因为通常呢我都会去想说我要吃什么嘛，但这次我就想说啊，不然让老公决定，就老公就讲了一个 A， 他就说那我们晚上去吃 A 好了，就没有想到我就打枪他，我就说不要，然后他就讲了一句：“你真的是一个很自私的人。”所以就有了这句：“我甘是一个自私的人。”然后后面就啦啦啦啦啦，你知道吗？有时候我就刚一开头讲嘛，写歌一定要突然有一个开关打开，你就可以马上哇，哔哔哔写出来。所以呢，这次就是很特别啊，我就是要感谢彭正给了我那句话，好不好？然后就让我有这个灵感把这首歌写出来。那其实这次很开心，终于有机会跟我平常呢他都是我的制作人，就是陈伟强老师，这次终于有机会跟他一起来一个词曲的创作。那希望大家可以喜欢这首歌，而且我发现这首歌越听越耐听，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呢？所以希望大家多多帮我传唱，然后用力的帮我分享出去哦。熊公一郎，最后一场空，我甘是世间上戆的人，为何不愿放？就算是自作多情，阮也甘愿。